从我大爷爷那一代开始的。这是我不做了，这个就没了。我都要是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中国人不是嘛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黄小姐，小姐，一百块不用找，是不是？加油，耶！基地里面做的那个所有的蔬菜呢，都是专门供澳门这边的。坏的部分不要，因为我哋11点钟佢排队咧，就排低第一、第二。